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永乐老师。新冠肺炎呢，继续在全世界蔓延，现在呢，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啊，他看新闻的时候，经常有人把现在的新冠肺炎和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做比较。那么他就想问我说，西班牙大流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过程。西班牙流感呢，发生在100年前啊。那么我们要说西班牙流感呢，首先我们得从100年前的那一场战争，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大家还记得是哪一年吗？是在1914年到1918年，是在这段时间里啊。那么参战的双方呢，主要是同盟国和协约国。同盟国主要就是德国呀、奥匈帝国这些国家。协约国包括英国、法国啊、包括俄国啊，以及后来参战的美国这些国家。当时的主要战场呢是在欧洲，德国双线作战，一边跟俄国打，一边又跟英法打，他觉得力不从心。而且他还有一个心腹大患，就是美国，说美国一旦要是参战了的话呢，战争基本就结束了。所以他必须要在美国参战之前打败英法，或者说想一个办法拖住美国。那怎么拖呢？最好在他后门放把火啊。他后门是谁呢？哎，就是墨西哥。于是当时德国的外长在1917年的1月17日的时候啊，德国有一个外长，名字叫齐默尔曼。这个齐默尔曼呢，就给当时的驻墨西哥大使发了一封电报啊，让这个大使呢转交给墨西哥的总统啊。转交给墨西哥总统这封电报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呀，我们准备发动无限制潜艇战，意思是说我们德国的潜艇会攻击所有不是德国的船，不管你是商船还是民用船。这样一来呢，美国的船自然也会被攻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墨西哥要去打美国的话，我们就会给你物资支持的啊。如果说你打败了美国的话，那么呢，我们就会帮助你啊，说你让你夺回你失去的领土，什么德克萨斯、亚利桑那呀、新墨西哥呀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对吧？你帮我打美国。然后当时的墨西哥总统卡兰萨拿到这封电报之后啊，就跟德国人说你以为我傻呀，是吧？你在欧洲你自顾不暇，你还来支援我，你让我打美国我打得过吗？对吧？就拒绝了这封电报。但是在这个卡兰萨拒绝这封电报之前，其实这封电报呢就已经被美国的情报机关给截获了，结果呈递到美国总统这儿。美国总统一看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怎么办？参战吧。于是呢，就在1917年的4月6日的时候啊，美国呢正式参战，是吧？美国参战。那么美国虽然说生产力非常的发达啊，国力非常的雄厚，但是呢，毕竟战争它不是儿戏，不是说你说参战立刻就能把兵派过去的，你得训练，是不是？当时美国有20万的军队，那么这20万人呢，肯定还是不够，于是美国就要怎么样？就要训练新兵。于是呢，他就在各地啊建立新兵的兵营，就开始训练新兵。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西班牙大流感，其实就是爆发在美国的新兵兵营里面。西班牙流感呢，大体可以分为三波。那么第一波的时间是在1918年的3月到1918年的7月，历时大概4个月的时间。这一波流感呢，波及范围非常广，但是呢，它主要是轻症，它的致死性不强啊，死亡的人数呢也不那么多，所以开始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流感的具体过程是，最开始是在1918年的3月4日的时候，当时啊，在美国堪萨斯有一个军营啊，这个军营呢名字叫福斯顿军营。那么在这个军营里面有一个炊事员，那个炊事兵，这个炊事兵呢，他的名字叫盖提彻。这个盖提彻呀，在凌晨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好像是感冒了，发烧了。那于是呢，就去这个军医那块去看病。本来呢，只有他一个人，那一个人。结果到了那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100多个人感染了这种流感。到了这个一个月之后，就已经有500多个人感染了这个流感。最终在这个堪萨斯的这个军营里面，一共感染了1127个人，而46个人死亡。那么按说一场流感居然死了40多个人，这个看起来其实是不太正常的，对吧？因为流感的死亡率其实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当时是处于一种战争局面啊，也就是说流感死的人跟战场上死的人比起来，那还差得太多了。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1918年的4月份的时候，那么一部分新兵呢训练好了，于是这些美国大兵们啊，美国大兵就怎么样呢？就乘着船就来到了欧洲。
那么来到欧洲的这些美国大兵里面，他除了带着武器以外，其实还带着另外一种，就是这个西班牙流感的这个病毒啊，就带到欧洲去了。到了欧洲去之后怎么样呢？他很显然他就会互相传染嘛，尤其是在军营里面，我们知道所有的军人都住在一块儿啊，在营房里面，所以感染的就特别厉害。那么最开始呢，是他感染了英国、还有法国、还有德国的军队啊，最开始只是感染了军队。但是毕竟呢，军队跟平民他也是有接触的，所以很快啊，这场病毒就感染了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欧洲啊，像这个西班牙啊，感染了西班牙，还有呢，感染了比如说欧洲的俄国啊，再比如说后来有一些船到了这个亚洲的印度啊，它感染了印度，啊印度感染了东亚，比如说中国，甚至啊还感染了拉丁美洲，啊。那么全世界人多的地方基本上都感染了遍啊，就是这样的一场流感病毒。那么这场流感病毒明明是从美国带到了欧洲去的，那为什么叫西班牙流感呢？那是因为吧，当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这些国家吧，他们啊都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新闻是有管制的，就是说你对战争不好的这个消息你是不能报的。那你这个说我们军队里边爆发了流感，那对战争肯定是不好，对吧？所以就不能报，都压制。当时美国特别严厉啊，有反间谍法啊，你要是说这种话的话，就把你抓起来，对吧？所以很多新闻媒体都不报道。但是西班牙它是中立国，那中立国就可以随便报道这件事儿啊。西班牙就开始大肆宣传说有一种流感呢，它现在爆发了，我们西班牙感染了800万人，包括我们的国王阿方索13世啊，他也感染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是从西班牙的报纸上知道现在有一场流感正在爆发，于是久而久之，人们就管这个流感叫做西班牙流感。但是事实上，这个西班牙它既不是感染最严重的地区，也不是感染的发源地，所以它叫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挺冤枉的。所以西班牙人自己啊，管这个流感叫什么？叫法国流感啊，他说是从法国人那传过来的。而除了西班牙之外，其他地区呢都叫西班牙流感。那到现在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不允许用地名给一个病毒命名了。但是西班牙流感这件事时间比较久了，大家叫顺嘴了，所以就一直都这么叫。啊，没有改这个名字。虽然第一波流感呢感染的范围很广啊，但是毕竟这一波流感的致死性不强，所以人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流感啊，没有太引起重视。那么真正让人认识到这是一场大灾难的是第二波流感。在7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流感病毒啊好像突然间就消失了，人们就觉得哦没事了啊，我们可以该干嘛干嘛去了。正好那个时候呢，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结束了啊，列宁的政权呢就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割让了一片领土。德国当然非常高兴了，说你看流感也结束了，俄国那边也没事了，我把所有兵力都集中在西线，赶紧把英法美军队都赶下海，我就赢得这一场世界大战了，对不对？但没想到紧跟着第二波流感就来了，那是在1918年的8月。到1918年的12月，而这一波流感跟第一波流感相比啊，它重症的比例特别高，重症的比例高，而且呢，它的致死性特别强，啊，相比于普通的流感，这一场的流感呢，致死性特别强。那么这一场流感的发源地是在哪儿呢？啊，我们一般认为它的发源地是在非洲，说怎么跑非洲去了呢？啊。不一定啊，这个流感是从非洲开始的，只是说人们记载流感的爆发地是在非洲啊，是在非洲的塞拉利昂。塞拉利昂呢有一个港口，当时呢也是卷入战争啊，然后有一些英国的舰队就在塞拉利昂港口外边停泊，然后呢有一个舰长就说了，说咱们几个舰队的领导人们啊，在一个舰上开个会吧。于是这些人就跑到一个舰上去开会，开完了会再回到自己的舰上之后，不知道是谁传染给了大家，所以呢这个病毒又开始在这些军舰里边进行传播。那么当这个塞拉利昂的这些军舰们来到了法国，法国有一个港口城市叫布雷斯特，结果呢就感染了布雷斯特。后来呢，一部分水手开着军舰又来到了美国的波士顿啊，于是波士顿也成为了第二波流感的爆发地。那么这三个港口城市就是第二波流感分别在非洲、欧洲和美洲的起源地啊。那么在当时第二波流感出现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战争还处于焦灼状态啊，所以呢，这个美国人就想，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机器，让老百姓们积极参军，是吧？让老百姓们掏钱买国债，支援我们的战争，所以我们要举办游行。所以当时美国的游行特别多啊，在9月3号的时候呢，这个波士顿呢举行了一场游行，啊，叫波士顿举行了一个游行。这个游行呢，就是有一些水兵参与的，啊，叫做什么呢？为自由赢得战争这么一场游行，有4000个水兵参与了这个游行。结果紧跟着到两周之后啊，9月18号的时候啊，就因为流感已经有40个人死亡了。就是在波士顿这个地方已经有40个人死亡。一个月之后到了10月16号，死了多少人呢？死了3700个人。
死了3700个人，所以呢，那个时候啊，波士顿不得不宣布啊，我们因为流感而进入了紧急状态，是吧？大家该宵禁宵禁，该戴口罩戴口罩，都回家待着去吧。这是在波士顿。但是呢，美国人有一个特点啊，就说波士顿呢发生了这么大的疫情，但是呢，费城好像没什么反应一样。费城啊，在9月28号的时候要举办啊，9月28号费城也要举办一个游行。这个游行是什么呢？就是战争筹款啊，卖那个债券啊，卖那个战争债券。对吧？说你呢，买战争债券支援我们的国家，对吧？那么为了卖这个债券，我们举办一个游行。这个游行呢，预计有20万人参加。但是当时的波士顿其实流感已经非常严重了啊，所以有很多卫生专家就建议说，不要再为费城再搞这个游行了。你搞这个游行之后，就会造成相互传染。但是当时费城的这个卫生部的官员就觉得这个流感不重要啊，战争才重要。于是依然按照原来的计划举行了这场游行，并且当时有20万人参与，这个整个队伍绵延了3公里之长。游行结束之后怎么样呢？在3天之内，费城所有的医院都住满了流感的病人，而在一个月之内。费城死了1.2万人，那么费城也成为当时美国流感的重灾区。当时整个美国都被这场流感给感染了啊，所以呢，这个社会活动基本上都停滞了。你像学校里面啊，因为怕流感传染，所以不开学啊，教师也感染的差不多了，所以呢，要开学也没有人讲课了。然后在医院里边，医生都感染了，所以每一个州都向其他的州去求援，说希望来更多的医生，但是谁家也没有余粮啊，对不对啊？没有医生去支援你，所以很多病人得不到救治啊。因为接线员很多人感染了，所以政府号召大家不要打电话啊，如果你生病了，就自己在家里边待着吃点药就完了啊，你打电话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手。再比如说，就连掘墓人都不够了。那掘墓人就是挖坟地的，因为死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呢，挖坟地的人都没有了。你像这个美国有很多的医院啊，这些医院里面呢要堆放尸体，但是太平间不够，怎么堆放呢？就把这些人一个摞一个堆在一起，中间只是用一个单子，用一个床单去隔开。后来呢，如果你想把这个尸体从这个医院搬到墓地，这个过程中啊，你也有棺材搬呢，对不对？但是棺材也不够，于是就把这个人呢放在棺材里边搬到墓地，然后呢把这个尸体拿出来用布单一包扔到地上，然后再把这个棺材拿回来重复利用去装下一个人再去运过去啊。所以当时的美国其实是特别特别惨啊，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一样。那么这场流感到底从哪儿来呢？当时各种阴谋论就特别多了啊，最主要的就是说是德国人干的，说德国人搞毒气战啊，所以把我们都给搞病了，或者说是德国人派了间谍过来到了美国这边啊，又把阿司匹林里边加了一些毒药啊，所以大家吃阿司匹林最后就都感染了。所以各种各样的流言呢就都出来了。那德国怎么样呢？其实德国自己也没好哪儿去，虽然说呢这场流感对美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美国毕竟加点厚，德国是进攻方，他本来想快速的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很显然呢，如果大家都患病了的话，肯定是对防守方更有利嘛，进攻的人你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对不对？所以德国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最终呢，在11月份的时候，德国投降了。那么德国投降了之后，12月份啊，这个流感呢就渐渐结束了。第二波的流感呢，跟第一波流感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死亡了很多的青壮年。说一般的流感都是一个 U 型死亡的曲线，就是说年纪特别小的和年纪特别大的。哎，他死的人多，但是这一场流感它是个 W 型的曲线，就是年纪特别小的、年纪特别大的，还有青壮年，哎，他死的都很多，为什么呢？后来有人考据啊，就是说因为这一场流感呢引起了细胞因子风暴，就和我们这次新冠肺炎病毒一样，它会引起人体自身免疫系统的强烈反应，然后造成了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肺部，就造成这个人死亡。而青壮年呢，他的这个免疫能力比较强，所以他攻击力也特别强，就容易把自己攻击死。而且因为当时细胞因子风暴出现了之后，那个血液不太够，所以就缺氧，缺氧了之后呢，这个人的身体啊浑身就青紫色啊，青紫色这种情况特别吓人，说这个白人和黑人都已经分不清了，甚至有的医院呢，因为医疗资源实在是不够了，所以看到这个人浑身发青紫色，就不再去治疗他了，直接把他放到太平间里边啊，他还没有断气，就把他直接当尸体处理了。所以第二波的这个流感呢，真的是很可怕啊。那么在12月份结束了之后呢，紧跟着又来了第三波。所以这个流感它并不是从头到尾一次，它中间有间断啊，间断的时候人们觉得好像流感消失了一样，但实际上没有啊，它紧跟着又来了第三波。第三波的时间呢，就是在1919年第二年的1月到3月。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流传的时间比较短，同时呢，它的这个致死性也没有第二波那么强，可能也是因为第二波已经使大部分人都感染了，所以大家具有了抗体，所以第三波流感呢其实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巴黎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
那么战胜国我们得开个会啊，于是他们就在巴黎开了个巴黎和会，对吧？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去了，包括当时的北洋政府都派人过去了，作为战胜国代表去参与这个巴黎和会。但是巴黎和会的结果是什么呢？比如对于德国来讲啊，他过分的对德国进行报复，割了很多的地，而且还要求德国赔很多战争赔款，德国根本也赔不起，是不是？所以造成了德国呢整个经济系统就崩溃了啊，然后德国的民族主义就特别强，最后二十年之后果然德国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吧？那么在东方又如何呢？啊，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割让给日本，是吧？啊，在这个过程中又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说这一场本来是应该是和平的会议，最后怎么搞得一团糟呢？有人说呀，这是因为当时美国有个总统叫威尔逊，对吧？这个威尔逊总统呢，据说是还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啊。他当时带了一大堆的建议，就到了这个巴黎和会，希望大家能够重新考虑战后的国际秩序，避免战争的再度发生。但问题是呢，威尔逊在欧洲感染了这个第三波的这个西班牙流感，结果就造成了自己一度生命垂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和会的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和会呢就被英国和法国控制，而英国和法国呢，这领导人目光又没有威尔逊这么远大，最后就造成了对德国的强烈报复。二十年之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那这一场流感呢，对世界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它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对吧？同时呢，它在全世界估计啊感染了5亿人以上。那5亿人是多少人？当时全世界人口17亿啊，5亿人占1/3左右，对吧？就这么多，感染了5亿人。那么死了多少人呢？最开始估计说死了2000万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后来又进行了修正，大概是死了5000万到1亿人。死了这么多人啊，咱们可以想象啊，当时世界上一共只有17亿人，咱们就往少了说，死了5000万人，大概占全世界总人口的3%左右啊。咱们可以算一算它的这个死亡致死性啊，5亿人感染，5000万人死亡，致死大概10%，对吧？而且它跟医疗条件呢关系很大，如果你医疗条件好的话，那么这个致死性就比较低啊；如果医疗条件不好的话，致死率就非常高。就比如说在北极圈附近的因纽特人啊，或者叫爱斯基摩人，那他们呢就经常会出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死啊，这个死亡率90%以上，就达到这么恐怖的地步啊！在这一场流感中呢，印度死了1800万人，是最多的啊。美国呢也没好哪儿去，死了67万人，英国呢死了20万人，这些数字都超过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这个人数啊。所以说，流感对于人类的威胁其实比战争是还要大的。而且流感呢对人类是无差别攻击的，就是不管你是穷是富，是吧，地位高还是地位低，普通士兵还是一个将军，你都有可能感染。那都有谁感染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感染了啊，这个西班牙国王阿方索13世感染了，还有英国的国王乔治5世感染了，英国的首相感染了，德国的皇帝感染了，丹麦的女王感染了。所以这一场流感就跟我们今天新型冠状病毒一样，那很多的国家领导人都感染了。这一场病毒到底是起源在什么地方呢？在医学界还是有争议的啊。有人说就起源在美国，你看美国你零号病人是在你这儿来的，对吧？但是美国虽然最早爆发，不见得就一定是病原地啊。也有人说呢是在西班牙，还有人说在俄国，还有人说是在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呀在这场流感病毒之中表现出了比其他国家更强的免疫力啊，所以说中国你就是病原地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个病原地还是有很大的争议，人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病毒是发源于什么的。不过呢，中国人有句古话啊，叫这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你杀了这么多人，我至少得看一看你这病毒是什么样的吧，对吧？我得搞清楚你是什么吧。那这件事儿啊，人们将近呢花了100年的时间才做完了。我们来谈一谈西班牙流感病毒是如何重建的啊。我们现在呢已经知道西班牙流感病毒是什么了，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在西班牙流感的时候，人们的知识还是很匮乏的，人们连病毒都看不见，对吧？也不知道病毒内部什么结构，直到后来人们才搞清楚病毒是蛋白质外壳加上遗传物质这样的一个结构啊。那么人们是如何重建它的呢？这就要回到1951年了。1951年，西班牙流感呢已经结束了32年。当时有一个瑞典的一个学生，名字叫赫尔汀啊。这个赫尔汀呢，他来到了美国。啊，来到了美国进行实习啊，来到了这个美国阿拉斯加啊。这个阿拉斯加呢，有一个这个冻土层，当时他是和一个人类学家一起做一些研究工作。然后有一天偶然的时候啊，就听人讲到了，说你看32年前那个西班牙大流感，它的这个病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能不能找到呢？然后有人就说了，也许啊，就只有在阿拉斯加的冻土里边才能找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吧，如果这个尸体已经被火化了，那病毒肯定是没了。尸体埋到地底下腐烂了，病毒也就没了。那么如果说你放在了阿拉斯加这种永久冻土层里面，它一直冻着，
那可能这个病毒还是存在的。结果这个赫尔汀听了这句话之后，就突然之间想到说，我能不能把这个病毒给挖出来呢？于是他就四处去找这个爱斯基摩人的村庄啊，在爱斯基摩人的村庄里面呢，有很多人当时都死掉了，然后跟他们的村庄里的人去协商，能不能让我把你们的这个墓地给挖开啊？后来呢，他就终于获得了一个村庄的这个同意，于是他就开始自己在那儿挖这个地，终于啊，他就挖出来了几具尸体。但是呢，挖出几具尸体之后呢，历尽千辛万苦拿回到自己的实验室去研究，最终还是失败了，没有分离出这个病毒，因为毕竟那个时代的生物学发展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就搁置了，一直到了多长时间之后啊？到了40多年之后，在1995年的时候，这件事情才重新被提起。1995年呢，美国呢有一个美军的病理研究所，美军病理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呢有一个主任，这个主任呢当时也年纪不大啊，这个主任名字叫陶本伯格。这个陶本伯格呀，他当时就想啊，说有一次他看杂志又谈到了西班牙流感，他就想说我们西班牙流感有没有留下的样本呢？那如果有留下的话，就应该在我这个研究所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研究所是专门为美军保存资料的，美军有什么病毒他都放到这个地方保存着，是吧？就去找，结果一找没想到在资料库里边找到了72份当时西班牙流感留下的这个样本。这些个样本呢用福尔马林泡着，用石蜡包着，包得非常好啊，所以这个陶本伯格非常高兴啊，赶紧就拿出了这些样本进行研究，看看能不能分离出这个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毒株来。花了很长时间之后啊，陶本伯格终于啊成功的分离出了什么？分离出了这个病毒的 RNA 片段。它是一种 RNA 病毒，它分离出来了 RNA 片段。什么叫片段呢？就是这个流感病毒它不是一个整链的 RNA， 它是一段一段的啊。结果它就分离出来了这么一段，分离出来了这么一段之后啊，赶紧就给发表到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啊。发表了科学杂志上，结果这陶本伯格呢就一夜成名了啊，很多人就给他写信，就祝贺他获得了这个成就。陶本伯格每天就开始看信嘛，看着看着有一封信突然之间吸引了他。这封信是谁给他的？是赫尔汀写给他的。赫尔汀啊，时隔40多年之后，发现了陶本伯格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从这个样本中分离出了 RNA 片段。他就写信给陶本伯格说了，说在40多年以前，我在阿拉斯加冻土里面我挖出了一些病人，但是因为我的技术手段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分离出病毒。你看看你还要不要想完整的复制出这个病毒，而不是一个片段。你想完整的复制出来，我就再回到北极圈里边去，我就再去找那个这个尸体，我找到了样本之后我寄给你，怎么样啊？这陶本伯格当然高兴了，就赶紧跟赫尔汀说那个，那好吧，你赶紧去挖吧，我再给你支持一下。陶本伯格呢这个支持了赫尔汀一些消毒液，大概价值是$5啊。然后呢赫尔汀就自己一个，他已经72岁了，一个老人跑到了北极圈里边，继续重复他40年前干的那些事儿，去找这个爱斯基摩人的村庄啊，去问他们能不能挖这个坟墓，最后终于获得了同意。那么终于啊，在1997年8月，这个赫尔汀啊，72岁的这个老人，终于挖出了一具微胖的这个女人的尸体，埋在冻土里边，没有腐烂的啊。他给这个女人呢起名字叫露西啊，起名字叫露西。那么这个露西呢，因为她身体比较胖啊，所以保存的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完整，而且她肺部的感染情况呢，也看得比较清楚啊，就可以拿它来做这个培养毒株。那么你要想用它来培养的话，你得首先把这个样本送给这个陶本伯格吧？怎么办呢？邮寄。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啊，40多年的一个这个心愿，在今天要完成了，那可不能在邮局这事出问题。所以当时赫尔汀啊，把这个样本分成了4份，第一份呢就用了这个 FedEx 来寄。然后第二份呢用了这个 UPS 来寄啊，第三份呢他用邮局啊，用邮局去寄。第四份呢他说，你万一这城市所有的这个快递都完蛋了怎么办呢？换了一个城市啊，换了一个另一个城市，然后呢又用这个 FedEx 去寄，是吧？把这个样本分成了4份，最后呢寄给了陶本伯格啊。当然他这个担心是多余的，陶本伯格最后收到了所有的样本。陶本伯格收到样本了之后就开始进行分离和培养，终于啊，最终陶本伯格成功的重建了这个西班牙流感的病毒。那么在2005年10月5号的时候，美国的 CDC 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西班牙流感的病毒重建成功。人们终于知道了100年前杀死了5000万人的流感病毒到底长什么样子。它是一种啊甲型 H1N1 病毒。甲型 H1N1 病毒呢，就跟2009年在美国这个感染的那场大流感的病毒是一样的啊，这就是整个病毒的重建过程。那我们真的是很佩服这些科学家啊，居然可以花这么长的时间来重建一个啊消失的病毒。那么这里既然谈到了甲型 H1N1 啊，咱们就来稍微说一说这个流感的问题。这个流感呢，除了西班牙大流感以外，其实啊，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次流感的世界范围大流行。比如说57到58年亚洲流感啊，68到69年香港流感，都是死了上百万人的这样的大流感。那么如果一个流感病毒新出现啊，死亡人数很多，我们就管它叫大流行。那如果说呢这个流感病毒人们已经见过了，有了抗体了，流感呢没有那么强烈了，我们就管它叫季节性流感啊。所以一个大流感出现了之后，那么以后就可能会转化成季节性流感。那么这个流感病毒为什么消灭不了？它这个 HN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一下啊，这个流感病毒吧，我们知道啊，病毒呢，这病毒长什么样啊？它里面有遗传物质 RNA， 但是流感病毒的 RNA 啊，它不是一个整链，它是一段一段的，它有啊，比如说甲型的流感病毒啊，甲型流感病毒，它有这个八个单链的 RNA， 那八个单链的 RNA 叫八个片段，是吧？然后外面呢包了一层蛋白质外壳和包膜，再往外有一些刺突。我们以前讲过，这些刺突呢是可以侵入人体的，不过刺突是分为两类的，第一类叫做 H， 这个 H 叫血球凝集素啊，血球凝集素。这个血球凝集素呢，一共有1到18，这18种类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可以粘到细胞膜表面的受体上，然后呢，骗过细胞膜进入这个细胞内部开始复制啊，这就是 H 的作用。然后还有 N 叫什么呢？叫神经氨酸酶，神经氨酸酶。神经氨酸酶有1到11这么11种，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复制完了这个病毒之后，病毒要出去，但是它有可能会粘到细胞膜上出不去，是吧？那么神经氨酸酶的作用就是啊，它可以使这个病毒呢和细胞膜分离，所以你既进得去又出得来，这个病毒就特别可怕，对吧？就可以感染很多很多的人啊。那么根据这个 H 和 N 这两种刺突的不一样，我们就可以给它命名。比如说第一个发现的 H 和第一个发现的 N， 我们就管它叫甲型 H1N1 是吧？第七种 H 和第九种 N， 我们叫甲型 H7N9 是吧？这就是不同的病毒的这个类型。除了甲型流感以外啊，还有乙型和丙型流感。不过那两种流感呢，没有甲型流感这么大的传染性以及这么强的杀伤力。所以我们最可怕的其实就是甲型流感。有人说流感不就是感冒吗？我们怕什么呢？流感和感冒完全是两个概念。感冒啊，在英语里边叫 common cold。啊，流感叫 influenza， 虽然这两个词在中文来看都叫感冒啊，一个叫感冒，叫流行性感冒，但是从病毒上讲它完全不一样。感冒是由细菌或者是一些普通病毒引起的，它的致死率非常低，接近于零，就得了感冒就死的人很少。但是如果你得了流感，那可就不是了。流感病毒有非常强的致死性，你像当年啊，这5亿人感染，5000万人死亡，这么大的流感，它的感染性非常强。所以我们得了感冒不用怕，到医院里边一查，普通感冒没事啊。如果是流感，尤其是甲型流感，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因此呢，很多人说我得了感冒之后不用去医院看病，这其实是不对的啊。还有人可能会问呢，说我们已经感染了流感这么多回了，为什么我们身体的抗体却对付不了流感，到了明年我们还要感染流感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流感有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流感的变异性特别强，变异性很强啊。说变异性为什么很强呢？因为流感是单链 RNA 病毒。我们知道啊，单链 RNA 病毒在复制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出错。我们可以说一个量级的概念，就是一个病毒进行复制传播的时候，它 99% 的病毒都会变异成没有感染性的。就是你复制成10000个啊，有9990个可能都没有传染性了，但是还剩下那十个是有传染性的，它有可能传染性更强了，致病性更强了，也有可能传染性更弱了，致病性更弱了。所以流感病毒每时每刻都在变异之中，今天的流感病毒和明天的流感病毒它就有差别。因此呢，我们一遍一遍的感染这个流感病毒，然后一遍一遍的产生抗体，最后我们还是在明年流感季还要感染。除了变异性很强以外啊，流感病毒啊还可以重组啊。什么叫重组呢？你看这流感病毒它是片段化的，对吧？所以呢，如果有两个病毒啊，咱们俩一融合，是吧？你拿四个片段，我拿四个片段，咱们不就组成一个新的病毒了吗？你这么一搞的话，那你变异性就更强了，咱也不知道你到底这个新病毒有多强的致病性了，是不是啊？我们还经常听到说有鸡流感啊、禽流感、什么猪流感这些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认为呢，流感病毒其实啊，主要就是在禽类身上，就鸟啊、鸡啊这些东西啊。这个鸡呢和人呢，它的接触性啊比较强，对吧？鸡和人接触性比较强，很多流感病毒在鸡身上，但是这个流感病毒对鸡来讲它不致命啊，不致命。如果有一天这个鸡的病毒发生了突变，它突然之间可以感染人了，那么这个鸡的病毒就会传染人，这就很可怕。一旦鸡的病毒突变了传染给人，咱们不清楚这个流感病毒致命性到底有多强。你可能开始的时候比较弱，但是你一变异，结果就变得杀伤力特别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感觉很害怕。还有
有就是猪流感，怎么回事呢？说有的时候吧，鸡它会先把这个病毒传给猪，然后呢，在猪身上的一些流感病毒和鸡身上的一些病毒再一融合，融合完了之后重组，哎，致病性突然变强，最后再去传染给人，是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呢，人就感觉非常可怕，人咱不知道它到底会变异成什么样子。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可能把这些病原都杀掉，让你说我把所有的鸡都杀掉，或者把所有的猪都杀掉，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说现在有鸡流感，有鸡流感之后，我们扑杀鸡，一杀杀好几亿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人们特别害怕这个鸡流感变成高致病性的人的流感，对吧？我们遇到了这个猪瘟啊，说猪有流感病毒，我们就开始杀猪，杀了好多好多的猪。为什么啊？因为我们特别害怕这个猪的流感病毒变异传染给人的身上，是吧？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怎么对付流感？那当然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呢还是疫苗。流感病毒的疫苗呢大概有 30% 以上的这个保护性。那么每一年呢世界卫生组织都会开会去这个猜测今年的流感病毒可能变异成什么样子。然后呢在流感季节来临之前把这个疫苗呢下发给各个国家，让各个国家呢给人去打。不过这种疫苗是二类疫苗，也就是说不是强制性的。那么大家如果有需要，尤其是像老人孩子啊，那么最好的还是要打一下流感疫苗，这样防止在流感季出现问题啊，因为流感你要知道是要死人的，流感的病毒它的致病性是很强的。在科学界啊，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啊，就是说流感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因为它的病原体是在鸡身上，而且在随时随地的发生变异，因此每一个世纪呢都会出现几次世界范围内的流感大流行，这个几率呢是100%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只不过21世纪呢给了我们一个意外，在世界范围内最开始流行的病毒不是流感病毒，而是冠状病毒，从 SARS、MERS 到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呢都是如此。昨天有一个人问我啊，从这一次疫情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体会？我说呢，我感觉到了人类的渺小。我们曾经一度认为人类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物，我们的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让我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了，但是今天一个小小的病毒都打得我们措手不及。也许啊，以后我们在处理和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本着更加谦卑的态度，作为一个普通人呢，我们也应该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因为这一次冠状病毒结束之后呢，未来也一定会有新型的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在 YouTube 账号刘诺老师里订阅我，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